殿下，为何不在房里多休息？御花园狮子多，回去休息吧。贺兰只是想多带孩子出来晒晒太阳。听他们说，怀孕的时候多晒太阳，生出来的孩子就会爱笑。那你继续晒吧。殿下，殿下不想陪贺兰多走走吗？毕竟孩子，也希望殿下多陪陪他和他的额娘啊。改日吧。殿下是否有什么心事？贺兰愿意为殿下分担。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。若是殿下觉得妾身碍眼，贺兰可以带着孩子离开。当上太子妃，才说自己愿意离开啊。嗯。我。你现在怀有身孕，我不想和你起争执。贺兰，你将为人母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。殿下为何要这么说？贺兰是爱你的。既然你爱我，你也当上了太子妃了，我就希望你不要再惹出事端来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已经求皇阿玛赐婚与我跟您疏远，这件事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这个太子殿下太任性了，他难道不知道太子妃已经怀有身孕了吗？万一动了胎气怎么办？林淑媛，林淑媛。小主，请喝茶。梅儿，杜鹃呢？杜鹃被内务府公公叫去了。好。淑媛妹妹近来可好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见到本太子妃，为何不跪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姐姐何不大方说明来意？我要你消失！小姐，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姐，小姐，救我！来人，来人，快救太子妃！小姐，小姐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孩子？小姐，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毁掉你！你一起死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究竟是爱还是恨呢？啊！惊鸿了，惊鸿了！快传太医！太医！小姐，小姐。Thank you.